万众瞩目 ，TWICE 成员子瑜首张 solo mini 专辑将在9月6号发行，主打歌《音源》也在日前释出。So are you ready tonight?为了宣传，子瑜也勤跑录影行程，像8月26号就被募集现身爱宝乐园，隔天则是化身快闪电一日店员，绝美声音让现场路人与粉丝都赞叹不已。Can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? Yeah. Okay. Look at me.